贤智和小十岁女星夏雨桐交往三年多，两人虽然不必会同台，但仍以好朋友称呼对方。十八日，孙贤智突然在社群公开 tag 女方，透露最近有些想法，想和女友一起完成新计划，让很多网友很是期待。孙贤智在 po 文中表示，自己最近有一些新的拍片想法，还标记夏雨桐说要不要一起出游呢。另外还回应粉丝频频敲碗的童鞋组合，问大家觉得如何。网友看到孙贤智大方吐露心中想法，纷纷表示很期待，很可以，想看童鞋 CP 拍好拍满。有网友更是留言要孙贤智抓住幸福别放手。对此，刚才夏雨桐也甜蜜回应，写下哪有人这样揪，那出游是要去哪玩，你账号真的没被盗吼。如今夏雨桐也发文回应孙贤智邀约，结果底下马上出现大批粉丝留言，直呼超级闪，那就请这对婚纱直接拍起来咯。感情无瑕的星光，上演借你一样祈祷，但愿整个能够实现愿望。